准备好了吗？如何安全给宝宝用药？如何保养小儿的肠胃？小儿过敏怎么办？宝宝的心脏、肝脏要怎么保护？如何给小儿正确的喂养？对宝宝的饮食。宝宝咳嗽了又怎么办？如果你有相同的疑问，让我们一起相约小儿大健康。小儿大健康，5月20日起，每周日17点，全新出发。本节目由倡导母乳喂养、坚持16年母乳研究的金领冠独家冠名。